六十年来，袁仲与神手已经血脉相连，取手等同取命。诸位神君有要他死的立场，我也有要他活的道理。世人以恶待我，可是偏偏让我遇见了你。我现在只有一个使命，就是要陪伴你，我要你过得开心。倘若有一天他知道了你是何身份，该作何感想？所有人接近我都是有目的的，你为什么会来到我的身边？你是我嵌在岁月里唯一爱上的人。不管那有狐族大祭司是善是恶，你都只有一个选择，他欠下的债我来还。直至此时，有你，我仍旧。